伫个会参加过西港乌麻节了后，赖市长的身影伫个下晡是出现伫个东山崁头山神公庙东山咖啡节，一面啉咖啡一面食碰柑，也有白走料所背出来的盈盈卡卡，亲自来为东山的三宝代言。同时也向着在地业者来表示讲，东山的咖啡节若是要做会大，就必须要结合白河关仔岭的温泉、牛羊的牛奶、后壁的瓜条啊饭。咱这个这个咖啡节。要做的老人要发扬光大，袂使单打独斗啦。咱东山还佫有真侪真好的农产品，应该爱佮集合起来。全国爱好温泉的人，不只是来关仔岭洗温泉，千万唔通袂记来东山啉咖啡、食青皮碰柑、食这个龙井瓜、也啊食东山的这个鸭头。啊嘛，唔通袂记你去后壁吼、去拜访昆明伯啊吼，食挂条啊饭吼，牛羊的牛奶。透过产业文化一个营销，找出在地特色，发展在地经济，赢得在地人的认同。赖市长来强调讲，如此一来，少年人就会伫故乡来发展，嘛未有边缘化的危机感。营销产业文化节，即有几层的意义甲功效啦。第一，当然带予地方欢迎发展。第二，产业有认同感的，伊有认同感，伊就袂迄款感觉讲会愈来愈边缘化去。第三呢，这就是真真正正在地经济啦，在地经济，在地经济，哪有法度通发挥？咱的少年人较袂留乡背景，咱的大个所在较袂人口愈来愈少。所以呢，这一个产业文化节啊，员工是意义有几多层，功能真侪安尼就对。除了赖市长大力在为东山咖啡宣传，议长罗美惠、东山农会理事长含总干事也拢上台来甲咱讲，东山咖啡是好伫个倒位，来到东山又是要安怎算？咱东山的咖啡红啊，咱的脆皮碰柑青啊。所以，小招咱全国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共同来咱的东山地区，咱来游山玩水、啉咖啡、食碰柑。东山咖啡呢，会遮尔清，闻名全国呢，主要这特色有三个特色吼。咱这东山咖啡呢，拄啊位伫这咖啡生产带，这是特色一。特色二呢，咱这东山咖啡呢，边啊有这个白河水库。乌山头水库，啊，搁东门水库，那么这三个水库呢，会当调节湿度。特色三呢，就是咱东山的咖啡呢，拢是采取这有机栽培的。咱东山呢，推广到咱本土的咖啡呢，会使讲伫各界的支持之下呢，由本来一斤两斤，遍布到今已经二三十斤吼。今年的咖啡这主题啦吼，就是叫大家非尝不可，而且。要一处一处去品尝，吼、哦，让你发觉到讲，咱的咖啡农啊，咱的乡村咖啡，吼、哦，让你一处比一处的经验，每一个据点都有无同的感受啦，吼、哦。今年的咖啡节同时也举办啉咖啡送咖啡杯的活动，以及青皮碰柑的采果了。民众只要沿着1500咖啡公路，就会当来感染到东山咖啡的芳馈了。